现在的生活节奏快，工作压力大，不少上班族晚上总是整宿整宿睡不着，时常在床上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还是清醒。今天分享一款食疗方，调理失眠，简单有效，在家就能做。首先准备适量的陈皮，用剪刀把它剪碎，剪碎之后洗干净，放入砂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小火煮10分钟。接着再准备几个红枣，红枣把这个红枣核去掉，把红枣肉剪下来，把它剪碎。接着再准备几个桂圆肉，桂圆肉放入水里清洗干净。龙眼肉有补养心脾、安神益智，清洗干净，空水捞出。接下来砂锅中煮好的陈皮水，然后把这些渣捞出来，把红枣和桂圆肉放入进去煮5分钟。在煮桂圆和红枣的时候，接着再准备一个鸡蛋，把它调成蛋液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把调好的蛋液淋入上去，大概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啦。这一款安神助眠汤，我们可以每天晚上提前1个小时喝，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哦。